小朋友放学4点到6点开始练球，然后到6点到7点要吃饭，然后之后做客服，有教会，然后有不同的志工帮忙做多元学习的部分。我是对胡文伟真的很感动，尤其他看到这些弱势小孩全心全力来帮这些的家长跟小孩，我觉得就我们应该是一个典范的学习。